原标题：雕塑工手里右手包左拳，被指错了。专家回应：雕塑工手里过年时，很多人都喜欢双手抱拳拱手，互相行礼，既表达一种尊敬祝福之情，又有几分传统味道在其中。最近，四川乐山一组雕塑中的拱手礼的方式被网友吐槽拱错了。对此，吟诵非遗传人、文史专家、四川省国学教育研究会主要发起人陈红称，一礼、拱手礼、抱拳礼等都各有讲究。上述雕塑中男子行的即拱手礼，但是拱错了。市民，拱手礼拱错了。最近，四川乐山的一组雕塑就引发了网友热议。这组雕塑位于乐山岷江东岸加州长郡天街停车场附近，雕塑包含三男一女一狗，男子都穿着长马褂，戴着帽子。其中一名留着长须的男子和一名背着布袋的男子正在拱手行礼，都是右手抱着左拳。拱手礼不都是左手在上，左手抱着右拳吗？有细心的市民认为，这拱手礼不对，跟传统礼仪完全是相反的。难找这组雕塑另有说法。2月27日下午，加州长郡天街相关负责人周女士回应，已经问了做雕塑的设计方，古代没有明确的说法，拱手礼到底是左手抱右拳还是右手抱左拳。不过网友还是闹麻了。有网友直指没文化真可怕。也有网友说，在现代可以不必过于强调哪只手在外或在上。专家，传统礼仪各有讲究，对此吟诵非遗传人、文史专家、四川省国学教育研究会主要发起人陈红介绍。其实传统礼仪离不开三本书，周礼、仪礼和礼记。在古代，无论是拱手礼还是抱拳礼，又或者是交手礼、插手礼等等，这些根据双手姿势变化形成的动作，都是从相见礼的仪礼演化而来。相见礼起源于春秋以前，不过在春秋时期流行跪拜礼，仪礼没有跪拜礼那么隆重。据陈红介绍，仪礼的基本姿势是左右手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尾指、四指并拢，左掌抚托右掌背交叉或平叠，掌心朝内，左右拇指相扣，两手合抱，拱手为礼。古人讲男左女右，女子依礼时右手在前，左手在后。后来又慢慢出现了女子按抚礼，也就是插手礼。上述雕塑中男子行的即拱手礼，但是拱错了。陈红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，拱手的时候两手稍弯，相叠于胸前或肩上，形成一个拱形，也可一手虚握，用另一只手抱住。拱手礼作为传统仪礼眼里的一种，也存在男女之别。男子行礼的时候右手成拳，左手抱住，表示压住了具有攻击性的右手，来表达友善的意思。女子行礼的时候左手成拳，右手抱住。不过目前并没有发现历史上有关于女子行拱手礼的记载和图画，只是按照传统礼仪的规定后天演化的。关于抱拳礼，陈红说，其实就是从古代军礼演化而来。抱拳的标准姿势是左脚上前一步，右脚跟上，并步的同时两手环抱胸前，右手握拳，拳面外向左手，拳顶对着左掌中指下端，左手四指伸直，或左手四指并拢，自然覆过右拳上，左手拇指扣，右手五框，拇指弯曲，两手手心朝胸，向外前平推出。拱手礼多用于拜年祝贺。据陈红介绍，标准仪礼常见于今天各种汉婚场合、传统文化仪式中，而抱拳礼今天用的很少，唯独拱手礼长盛不衰，从古传到今多用于恭喜、祝贺、拜年等比较喜庆的场合。如每年过年的时候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主持人也会向观众行拱手礼。陈红认为，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我们应该保持一颗敬畏之心，先认真学习，大力弘扬，再来根据社会发展进行创新改良，让它永葆活力。责任编辑。
杨雅琳 1N051。